这么早来上班图什么？想跟芝兰一起吃早餐呢？啊？哇，林头这么早上班？不是早上班，是一晚上没离开过。哎，失恋的滋味啊，真是。这方面你最清楚了。啊，你这个死小子，待会儿头出来呢，你别提到 man， 别说到拦字，不要提到坐牢。哦，还有啊，说什么呢？哦，他在说什么？哦，没有，聊聊天罢了。李宝平的案子有没有进展？ 还没有头绪，是啊，查到目前为止啊，一点头绪都没有啊，只知道一部涉嫌的摩托车，非常棘手啊。越棘手就越要费心思，不是聊天就能破案的。大家喝点什么？不用了。哦，不用了，谢谢。听见没有？不是聊天就能破案的，不用干了。嗯，这家餐厅真的很便宜啊，十几块钱吃到饱。哎。 你的心情好像好了很多，是不是宝平的案子有了进展？还有什么进展？其实警察已经很尽力了，不过你知道，调查案子一点也不容易啊，急也急不来。说真的，我不知道宝平变了那么多，一个人背井离乡的确很需要关心。嗯，对了，我有个朋友呢，从台湾过来，想要我帮他搬家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哦，无所谓。 你有没有办法找到车子？应该没有问题。哎，这里吧。好。哎呀，谢谢你们，要你们来做我的苦力。哎，没事，出点力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能帮就帮吧。是啊，武杰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粗重的工作应该留给男人做的。你们两个真好。哎，你在香港无亲无故的，我不帮你帮谁呀？是不是？哎，素玉，你在香港没有亲人啊？我本来有个姐姐。 但是死了，那就是被程博杀死的那个女的。哦，真的。嗯。喂，对不起啊，提到你的伤心事了。我没事，现在那个混蛋已经被警察起诉，最重要的是替我姐姐讨回个公道。嗯。哎，武杰，嗯，我约了朋友，该走了。哦，好，我看已经搬的差不多了，那剩下交给你了。好吧。谢谢你啊，下次请你喝五杰吃饭。好啊。拜拜。拜拜。 我进去收拾那些书。哦，好。你说你那天见到的不是摩托车，而是一部轿车？你有没有看清楚？这是个很重要的线索，不能够弄错的。都怪我一时大意，我看后车灯呢，只亮了一盏，我以为是摩托车，想不到原来是一部轿车，其中一个后车灯坏了。
那就是说，刷宝瓶的凶手可能是黄国仲了。那部车是他向他表哥借来的。记住，你今天见到的事情千万不要告诉别人，尤其是国仲。 什么事？马国仲先生是吗？HS3737的车是我的。你上个星期六晚上有没有去过或者经过清水湾？最近没有去过清水湾，而且上个礼拜六我和女朋友去了珠海，还没回来。你的车是不是借给人家了？没有借给人家，除了我表弟国仲。是不是黄国仲啊？是啊，他经常开我的车出去。喂，乔军，徐飞，什么事啊？那天应该是黄国仲开的车。 真的是他，他嫌疑最大，他什么正在搜集证据，有什么进展的话，我再通知你。你放心吧，我不会告诉阿杰的，省得他胡思乱想。好吧，下次再聊。拜拜，拜拜。国仲真的是凶手，我去找他。阿杰，阿杰，你不要太冲动，凡事都要有证据的。你现在去找他，只会妨碍警方办事。你听我说。 阿杰，马国柱果然没有撒谎，他上个星期六是不在香港。目前最可疑的就是黄国仲。我们之前一直忽略了他。他和李宝平是同乡，我想他们之间应该有来往。而且当天晚上开车带着沙滩出现的人，很可能是他。可是他为什么要杀李宝平呢？会不会是跟男女关系有关呢？徐飞，想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是，李宝平的尸体被人动过，那第一凶案现场。 会不会就在黄国仲的家呢？我们马上到黄国仲的家去，看看有没有人见到李宝平走动过。叶三，哎，阿杰，你怎么有空过来？起来坐。喂，脸色那么差，没事吧？ 刷墙壁啊！啊，闲着没事就粉刷粉刷吗？不知道宝平有没有来过呢？你胡扯些什么？我想你一定是太想宝平了，才胡思乱想的，对不对？你没事刷什么墙啊？是不是想毁灭证据啊？ 宝平是不是你杀的？你疯了你！胡说八道！这个耳环是宝平的，还说不是你干的？喂，别走！阿琴，喂，不要过来！不要过来！五杰，给我放他！听见没有？不要过来！五杰，我叫你放了他！让开！听见没有？让开啊！听到没有？让开！ 别过来！别过来！别过来！让开！听见没有？放下！别过来！把他放了！别过来啊！放了！放了！别过来！把枪放下！国人，你那里把枪放下！你先放了他。 我们绝对不会伤害你，你想要什么，你告诉我，看我能不能帮你。我走，给我一部车让我走。行，国人，安排车让他走。申哥，马上去办。黄国仲，你要冷静一点。你要是不小心伤害了这位小姐，那我可就帮不了你了。只要让我安全离开这里。 他就可以走。我相信你，我知道你并不是冲动的人。姐姐，你放心，你朋友不会伤害你姐姐。国仲，你先放了我姐姐吧，大不了我做你的人质。姐姐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快放开我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
你说，你跟厉宝平到底什么关系？3年前，我们同时到香港来，那时候闲着无聊，我就约他出来解解闷。很自然的就在一块儿。我记得上个月13号，我约他出来，想跟他借钱。你说什么？你想向我借钱？我也是不得已的，我有2个月没工作了，这个月的租金还没交呢。喂，有没有钱啊？先借我几千块吧。喂，有的话我早就还给高利贷了。你以为我比你强啊？ 我也欠下一屁股的债呢，过2天呀，我还要把车给拆了还利息呢。人家还说什么香港遍地是黄金呢，做牛做马，连顿饭都吃不好。谢谢你啊，我尽快把钱还给你的，谢谢啊。喂，你疯了！发财了，来，一人一半，有了这笔钱，什么事都解决了。喂。 这个男人还在流血呢！你管他呢，你想被人当成歹徒啊？是啊，那个男人还在流血呢，你快点找人来救他吧！怎么啊？你打晕那个人还抢走他的钱，那不就是伤人兼打劫了？你知不知道他是五杰的爸爸？也就是你的长辈。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是谁，知道又怎么样呢？你会住手吗？20万可不是小数啊！那又怎么样？那笔钱到头来又不是我的，20万，又20几万啊！ 宝平，醒一醒，宝平！快起来，后面有具尸体啊！来，啊，是苏林，他住在我们家楼上。那一定是撞车的时候被人拿走那袋钱，再把尸体放在这里的。是谁杀了他的？我们赶快报警吧！你疯了你！报了警就会被人家查到是我们打劫的。那现在怎么办呢？埋掉尸体，当做没这回事，走吧。车上无缘无故多了一具尸体，你们都不怕，还敢把它埋掉？ 你的胆子可真大，张素林的尸体你是不是埋在大树林了？是，照理说李宝平和张素林的关系应该很好，他不反对吗？他一开始就反对，还说要报警。就因为这样你把他杀了？你还来找我干什么？不去找阿杰？你知不知道阿杰的爸爸是谁？就是你在公园里打昏的那个男人。本来呢，我可以和阿杰好好的走下去的，现在我一见到他爸爸，我就浑身不自在，都是你不好。 我叫你不要乱来的吧！你现在连累我了，怎么？有钱分的时候你怎么不这么说啊？现在没钱也没人了，你就怪我啊？你说什么？哼，你怕五杰的爸爸认出你跟我合伙抢钱是不是？抢钱的那个人是你，干什么？就救护车救他，就当自己是他恩人了啊？别把自己说那么伟大了，你跟我一样见钱眼开。喂，我可没你这么没良心，我已经想通了，我要把整件事情告诉五杰的爸爸。 我今天过来呢，只是想跟你说一声，让你有个心理准备。我疯了你，等出来我们要坐牢的。那也比我一辈子关系好，省得我每天做噩梦，梦见素玲来找我。你要说的话，就把我们的事也说出去。到时候五杰不但知道你是个贼，还知道你是个荡妇。你说什么？打我！啊！打我！ 可能当时我实在太激动了，我一时措手就把李宝平杀死了。事后，我用我表哥的车把宝平运到沙滩附近弃尸。当时我觉得很走运，我以为弃尸之后就一定不会再有麻烦。但是当时我完全不知道，车子的后车灯原来是坏的。你怎么也想不到，那天五杰会经过那里，事后认出那部车就是你当时在沙滩弃尸的那部车。 你应该不止一次试探过五杰的口风，想知道案情的进展。你以为自己会没事，没人会怀疑你。可惜，人算不如天算。我们会按照程序起诉你。医生，我儿子怎么样？已经照过 X 光了，没有问题。
我给他开点止痛药之后呢，随时都可以出院了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谢谢啊。阿杰啊，等你出了院呢，我炖点好汤给你补补。旭飞，这次真的要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飞哥，你怎么样？听说你撞伤了，把我担心死了。你放心吧，他已经没事了。对了，飞哥，国仲怎么样？他已经认罪了。原来打昏爸爸的人真的是他跟宝平。是黄国仲动的手，李宝平一直都反对。他本来想和你说的，但是一直没机会。对不起啊，姐姐。傻瓜，我又没什么。怎么样，今天晚上给我做什么吃的慰劳慰劳我啊？牛排还是这个起司龙虾？非要我做啊？你做不行啊？这我无所谓啊，你愿意吃我就做。哎，在那边停一下。想吃牛排是吗？我先补点货。好像缺了瓶红酒啊。哎，对呀，你家里好像只有啤酒啊。我去买，你上车吧。嗯。这么快？我是个警察嘛，身手当然要好。能吃饭了，你衣服换好了没有啊？换好了。哎呀，弄脏了，我帮你拿去干洗好了。你看你还弄破了。这垫子是不是芊芊做的？早就跟你说了，你朋友的问题呢，只有他自己才能帮助自己。你是我的学长啊，连点意见都不肯给。我想一想呢，干脆把他甩掉。啊？啊，对不起，我是说这块水晶。那有了裂痕呢，就是有了裂痕，不能装作看不见。每天这样对着他，未免太碍眼了。如果你要水晶完美无瑕的话呢，倒不如买个新的。所以要不就忍，要不就扔了，就这么简单。那这块水晶呢，我就能把它扔了。我想你应该知道怎么教你的朋友选择吧。什么事啊？我马上过来。
这么早下班，差点见不到你。你找我有事？我买了蛋糕，也帮你买了。又是起司蛋糕，不合我的口味。起司蛋糕是芊芊喜欢的，我今天买了咖啡蛋糕，店员说是新的口味，我还没有尝过，我想你也没有吧？有没有兴趣一起尝尝？ 我以为你不会改变口味，在适当的时候，是应该改变一下。好像真的很香。哎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现在有了男朋友就不要爸爸了，下了班也不回来陪爸爸吃顿饭。现在我陪你还不够吗？每一个人都爱跟喜欢的人粘在一起的吗？ 是不是就像你跟我一样啊？看你真肉麻。阿姐，能吃饭了，我去洗手啊。嗯，快点，来坐。来，先喝碗汤。谢谢爸爸。阿姐，爸爸要是跟榴莲在一块儿，你会不会不高兴啊？问我干什么？我说会，你们是不是就不在一起啊？我是说真的，你要是不喜欢的话呢？ 爸爸就算了，爸爸都上了年纪了，又不是没有女人就活不下去，我不一定要再找个人。妈妈呢，我只有一个，大不了我叫她阿姨喽。<笑>那你就不反对了？在聊什么呢？吃饭吧，不用等我。哦，好，哇，这么多菜，今天要吃撑喽。今天晚上我做的全都是营养餐，保证没有高卡路里，纤维多才容易消化嘛。 好啊，清淡点好。嗯，怎么不加菜啊？我向来不习惯只吃青菜，不吃肉会没力气。怎么会呢？多吃肉啊，脾气会暴躁的。多吃点菜比较好。嗯，怎么用酱油拌饭呢？加点酱油才吃得下饭吗？那当然啦，吃饭前在厕所里抽烟，抽多了吃什么都没味道了。你真是，抽烟没有好处的，想办法戒掉吧。来，吃点有营养的东西。 多加点儿才能下饭呢，酱油拌饭就行了。你喜欢酱油是吗？那好，那我多加点酱油吧。喂，不要浪费食物了。说真的，我最近进了头晕眼花的，不知道是不是外面的味精吃的太多了。你这种健康餐哪，我一定要捧场。你头晕呢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不舒服去看看医生吧。可能睡眠不足吧，没事的。哎，你才要看医生呢，明天要去复诊了啊。我说呢，你要是觉得不舒服，我明天顺便陪你去看医生吧。什么陪我看？ 应该是爸爸陪你，爸爸一定把所有的事情推掉啊，打算陪你跑一趟医院了。哎呀，算了，不管谁陪谁都好，你还说要捧我的场的，来，多吃点儿。好好好好好，阿姐，你也多吃点吧，大家都是自己人了，不管好坏，吃了就是了。是啊，大家都是自己人，不管怎么样都行，你喜欢吃肉的话，下次我多做点儿。吃多好啊，来，吃吧吃吧。啊，谢谢。还办酒？这。 爸爸真是糊涂，忘了提醒你不要吃太多酱油，你身上还有伤口吧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流血到疤呢？就快拆线了，没事的。对不起，我叫武杰，预约今天来看医生的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我来复诊的。我问的不是你，是他啊。哇，爸爸，你流鼻血了？嗯，你常常无缘无故的流鼻血，是不是？人家说鼻子撞过就会这个样子了，应该是小事吧？这可不是小事啊。 要看情形，我怀疑你的细胞产生异常的变化。什么叫细胞产生异常的变化？也就是你们常常听到的 cancer， 癌症。不过还不能够确定，我给你安排做一个详细的检查，到时候就知道。爸爸总说做人要脚踏实地，不能光靠运气。但是我现在有股冲动，想去买六合彩，陛下哪样难中？ 你不要太担心，等检查报告出来了再说吧。刘和彩不容易中奖，但是我这一次是中招了。本来还以为老天爷厚爱，让我们父子可以团圆，还找到榴莲这个伴儿，福气倒是有，不知道有没有命享受。
现在的医学昌明，就算真的有病的话，也能治好的。爸爸，你的脸色不太好，还是回家休息吧。好吧。回到家呢，别跟他们说我有病啊。结果现在还不知道呢，所以才不要跟他们说，惹了他们担心嘛。反正别说就是了吧。放心，我不会说的。不过你也别胡思乱想了，相信我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原来今天叫我来是叫我来做苦力的啊！啊，袋子里的领带到底是买给谁的男朋友的呢？哦，既然富婆表姨说肯定替我付钱的话，那我就不客气了，帮她花点钱嘛。哎，帮我看看皮夹子吧。喂，看看哪个皮夹子合适你爸爸？他现在用的又土又旧又发霉，我看不过眼，想给他换一个。哇，那你很多东西都看不过眼啊，衬衫啊、裤子啊、袜子啊，通通都是新的。你爸爸打扮起来呢，倒还能见人的。哦，就像表姨一样，不用打扮都很漂亮，跟爹爹是绝配哦。话真多，来帮我看看吧。哇，3000多一个皮夹。一分钱一分货嘛，皮夹子是男人身份的象征，这个钱不能省的，要买就买一个好一点的。你以前花钱买东西好像没那么阔气。钱是用来花的吗？以前是想留点钱来养老。哦，现在让爸爸养喽。又笑我了。哎呀，我怎么敢笑你啊，万一你一不小心当上我妈了，我调皮啊，你会打的。啊，喂，我们俩在一起看起来就跟姐妹一样，别把我叫老了好不好？哎，就这个吧，3000多块钱错不了。哇，你真的把我当苦力啊。爸爸喝茶。嗯，表姨啊，你今天真是花了不少钱啊。哎，复诊回来了，医生怎么说啊？没事，他说没事。没事就好了。哎，我给你买了很多东西，阿姐你也有一份。来。啊，我也有。衬衫裤子。人靠衣装嘛，打扮打扮会完全不一样的。哎，还有我还给你买了一个皮夹，是名牌货，3000多块钱的，你看喜不喜欢？3000多块的皮夹，我什么身份啊？看起来一点也不像啊。我的皮夹里还放不下3000块钱呢，哼，还学人家用3000多的皮夹。爹爹，钱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表姨的一番心意嘛。我真不明白，我现在衣着见不得人吗？虽然是便宜点，是土了点，但是我自问整齐干净，走出去也不失面子。除非有人嫌弃我。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的。我还是觉得我平时穿的衣服舒服点，心领了。你们两个怎么搞的？小杰，你不喜欢这些衣服就留着喝喜酒再穿吗？爹爹，这皮夹跟衣服是表姨费了心思选的。我知道，非得选的贵的才买，这分明是拿钱来砸我。3000多块钱的皮夹我可用不起，我是男人，我花不过女人的钱。爹，不勉强。表姨，爹爹的意思是说，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他说我拿钱砸他，好啊，我偏要拿钱砸他，把你砸死。表姨，爹爹，你干嘛这么说话呢？说我拿钱砸他，早知道我把钱换成铜板了，把他砸死算了。爹爹不是这个意思啊。不是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？亏我出钱出力买了这么多东西哄他，连一句谢谢都没有，还发我的脾气。可能是他自尊心强，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呢。他是不想花你的钱。干嘛还要把钱分得那么清楚呢？他分明呢把我当成外人。他也是把你当成外人，反应就不会有那么大了。假如是别人送的，他可能不会这样的。但是你不一样，花你的钱他可能想得更多。怎么那么麻烦的？男人呢，有时候就像小孩子一样，要哄的。我还哄得不够吧？你多哄他一两次，可以换他哄你一辈子，很划算的。其实你用不着那样打击表姨的。关于这个我心里有数，这次又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平安度过，我是不想连累人家。结果还不知道呢。凡事都要做最坏的打算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希望了。
啊，等会儿来找我。改天吧。因为我今天下午……喂，轩哥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紧张？哎，我的前妻和我儿子说等会儿来餐厅找我呀。没问题，我做些大人小孩都能吃的菜就是了。现在不是菜的问题啊。我不是菜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啊？全是我多嘴的问题。我说这间餐厅呢，我有股份，我是董事经理。哇，真有你的，吹牛大王！太夸张了吧！喂，你们别笑行不行啊？我只不过争取一下我做父亲的一点点尊严罢了嘛。自从那个婆娘跟了个炒股票的之后，神气活现的，经常在儿子面前贬低我。哎，我也是个人嘛，我是要面子的。做领班当然不够威风喽，所以就夸大一点喽。职业不分贵贱，看不起你的人可能是你自己啊。哎呀，我知道错了 ，CYC 啊，你别挖苦我了。总之，待会儿我老婆和我儿子到了餐厅的时候呢，我就躲起来。你不必躲起来，轩哥，我们大家帮你演一出戏不就行了？演什么戏啊？演戏。我们新任的董事经理还没有上任，你换上西装就跟经理一模一样。我们要是不揭穿的话，谁分得出来？嗯，对啊。对。嘿，唐小姐，请大家出去，有事要宣布。我来介绍。这位是刚加入我们餐厅的董事经理骆伟基先生。骆先生，董事经理，大家好。骆先生是这一行里出名的舵手，他打理过的餐厅通通都是五星级的。本来上个月就该上任了，因为家里有点事，所以延迟了。唐小姐，你过奖了，希望大家以后合作愉快。嗯，给你介绍我们餐厅的大厨吧 ，Frankie， 特地从法国请来的，在我们餐厅帮了一年多了，他做的法国菜在香港来说应该是首屈一指的。幸会，幸会。我们餐厅的调酒师徐义志 ，CYC 是吧？全世界鼎鼎大名的首席华人侍酒师，久仰大名了，是吗？师傅的威风史就不用多说了。这位是我们餐厅的领班全哥朱家全，全哥，叫我阿全就行了。太客气了。二厨小龙，哎，你好，欢迎你。David， 请多指教。Russell，Hello。Sam， 骆先生。Alice， 你好。Jenny， 骆先生，通通都是负责招待的。嗯。骆先生呢，以后就负责餐厅的行政工作，请你跟大家说几句话吧。好，餐厅的生意一直都很好，我知道大家都很卖力工作，希望大家以后继续努力。还有，过一天我会再请个服务生来帮大家忙。哇，太好了，因为逢年过节呢，我们的生意真是好得忙不过来啊。我知道你们很忙，不管多忙，你总该抽点时间剪剪你的手指甲，指甲留得太长，或是涂得太过分，给客人的感觉就是不卫生，希望你能改善改善。另外，多余的首饰尽量少戴，万一掉进食物里就不太好了。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参观一下餐厅的酒窖。好的，这边请。就快开始了，各忙各的吧。哦，好，是骆先生。你看，只顾着爱漂亮，人家没说错。哇，怎么搞的？干什么这么严格检查指甲啊？这个不许做，那个不许做，又不是小学生，没有要求怎么会进步呢？他说的不是没有道理。我工作去了。喂 ，Sam， 这下可怎么办才好啊？出什么事了？啊？温度和湿度对储存葡萄酒来说很重要，所以我每次下来都会检查酒窖的温度是不是保持恒温在摄氏12度。这里的酒的储存量够丰富的。那当然了。经我选过的，每一瓶都是好酒，那就好比82年的拉菲特，我们这儿也有一瓶，我放在这个酒窖中间偏左的位置。假如这个酒窖是一个人的话，这瓶酒就代表酒窖的心脏。拉菲特酒味醇厚脱俗，称之是酒中之王，当之无愧。骆先生，你对酒也挺在行的啊。没有办法。有时候客人会问，总要下点功夫的。好的葡萄酒呢，需要一个安稳的环境，好让它慢慢的酝酿成熟，绝对不能受太多的干扰和震荡。尤其是有太多的闲杂人进进出出的话呢，不但会影响温度，还会吓着我的酒。是吗？我想问一问你，你认为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侍酒师？我想要是能选到和客人相配的酒，那就已经是一个好的侍酒师了。就当作我是客人，你会给我选什么酒？假如替你选，我会选珀利。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单宁分量比较重，带点涩味，
你知道，人要是有心事的话，喝香槟也不会开心。但是喝那些带点涩味的酒，他会更容易接受。你怎么会觉得我有心事？你的样子已经告诉我了，罗先生。再说唐小姐刚在外面也说了，她说你家里有点事儿，不是吗？果然不愧为 CYC。对了，罗先生，嗯，这个酒窖有两条钥匙，平时我保管一个，另一个在账房，你要不要拿一条？不用了，有你这个专家，同时又懂得爱惜酒的 CYC 在，我这个酒窖就放心交给你了。而且我这个陌生人进来，我怕会吓着他们，是不是？新的经理来了，我实在帮不了你。要不跟骆先生商量一下。跟他商量行不行？看他那个样子应该没有问题。小姐几位？我找你们的朱经理。朱经理？朱家全董事经理。骆先生，嗯，我想跟你说几句话。爱丽丝啊，招呼客人。好，小姐请跟我来。骆先生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全哥不想让儿子失望，所以对他撒谎，说自己升了职。对不起啊，骆先生。你有没有带西装来啊？没有的话，我办公室里还有一套。干我们这一行的，常常都会不小心弄脏衣服，所以我总是多带一套备用。谢谢您，骆先生。千万别让孩子失望，想做经理的话，就快去换衣服。谢谢，骆先生。朱经理。升了董事经理，整个人都不一样了。那还用说？爹地，做经理是不是很难啊？不难，只要小贤你好好的读书呢，将来你可以做医生，还可以做律师啊。我要像爹地那么有本事。好乖啊。那我知道你肚子饿了，爹地点些菜给你和妈咪一起吃啊。好。罗先生，康小姐，悠悠女士来了。悠悠女士，那个美食专家，就是她。她包了一晚餐厅开她的结婚周年舞会，约好了今天来试菜。马上通知 Frankie 让她准备。哦，哎，把师傅也叫来。好。我喜欢来这个餐厅的另一个原因呢，是我欣赏他们的餐巾将得又挺又好。悠悠女士果然讲究，连这么小的地方都被你发现到了。嗨，唐小姐，这位是我的好朋友 Irene。Hello。 你好。Hello。这位是新来的董事经理骆先生。邱太太你好。你好，这里交给你了。听唐小姐说，邱太太今天是来试菜的是吧？我对你们的师傅非常有信心。谢谢。用不着试了，我今天是来给我的朋友庆祝生日，他刚刚下飞机，还带了一瓶好酒来呢。Quanti 是好酒啊。对了，麻烦你们尊贵的侍酒师帮我们建议一下，该配些什么菜呢？谢谢，谢谢。邱太太，我去厨房看看准备好了没有。谢谢。Hello。有梦幻葡萄酒之称的 Conti， 年产量不超过6000瓶，不管那一年的收成好不好，它的酒质永远保持一流。所以到目前为止，它仍然是当今世上最昂贵的葡萄酒。那当然了，尊贵的人当然要喝尊贵的酒了。你来点菜吧，我上洗手间。请便。那这一次给足你面子，由你来决定菜色。帮我把酒打开吧，让它透一透气。这个酒不能打开。哦，为什么？气流的转变会影响酒质，这瓶酒刚刚坐完飞机要休息一下，暂时还不能够开。这么浅显的道理我还会不知道吗？但是酒是他的呀，他想在他生日那天喝就由他吧，味道差一点他喝不出来的。喝不出来？我喝得出来。身为一个专业的侍酒师，我不会这么不负责任让你们糟蹋这瓶康提。酒是我们的，我们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原来我说了那么多全是废话，你喜欢开是吧？开吧。
裘太太。嗯，嗨，色香倒是差不多了，不知道味道怎么样呢？一定不会使你失望的。对不起，陆先生，有人找你。哦，失陪了。嗯，果然是好酒。对了，阿瑞啊，为了庆祝你的生日，请大家一起分享这瓶好酒好不好？酒虽然是我带来的，但是钱是你付的，我不介意。唐小姐，你们有没有兴趣尝一尝这瓶天下极品呢？好，我请骆先生出来。嗯。请便。好。哎，骆先生呢？对不起啊。大家一起来。师父，没听过什么叫暴殄天物吗？不是适当时候开的酒不喝。很抱歉，我们的侍酒师，哎，他的臭脾气我早就知道了，不过你们放心，我一定不会被他影响到我们喝好酒的心情。那我们不打扰了，请慢用。你的报告已经出来了，正治是鼻咽癌。那能不能治好？幸好发现得早，癌细胞还没有扩散出去，只要适当的治疗呢，康复的机会很大。什么叫适当治疗？我会帮你安排做一个为期半年的化疗，不过整个过程很辛苦，我希望你做好心理准备。你看吧，说了这次逃不掉的。爸爸，没问题的，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。做半年化疗罢了，你一定能战胜癌细胞的。我已战败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会在你身边支持你。其实爸爸真舍不得你们，你姐姐长大了，有旭飞照顾，用不着爸爸操心。我担心的是你呀。爸爸最遗憾的就是跟你相处的时间太少，对你照顾得不够好。你知道就好了，所以你一定要坚强一点啊。爸爸一定会努力地打好这场仗，虽然说人要乐观点，但是不能不做最坏的打算。我不想耽误人家的青春。爸爸，你想说什么呀？我不想害人害己，你打不打算帮我？只要你答应我把病治好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